掌声欢迎，有请小歪。欢迎周海洋。Hello。好吗？欢迎周海洋。我也想问问现场的朋友，哎，前排可以就坐，好吧？问问大家，请落座。是，请落座。问问大家，这个电影好看吗？好看。周海洋演的棒不棒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还太胖了，太棒了，小叮当太棒了，小叮当很可爱。你们喜欢里面的哪一个动物啊？小叮当。喜欢小叮当小的时候还是大的时候？小叮当小的时候。如果你是曲飞飞的话，你会怎么选择？那你们会不会因为看了这个电影以后，真的想要养一只小宠物的念头啊？有。你看，开始有一些分歧了。刚刚本来是通过，现在有一些说，嗯，对我要说的就是要想清楚，对，你要小心一点，没问题。没小心点不会长这么大一只。对，我意思说，对，不要因为一时冲动，要想清楚，养了它就是一生一世。啊，是是是，对，充分的感觉。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这个电影你们已经第一次看到了，12月31号的时候，你们还会再二刷吗？会。你们会带谁去啊？最爱的人是你。哇，好像在看演唱会的感觉。我直接占你们便宜。刚刚说带谁带最爱的人。我刚刚唱什么？好，那我其实有一点小聪明。大聪明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各位粉丝、各位影迷和我们的万哥互动的时间，请你们举手。对，或者是你对于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的，比如说，哎，里面的动物怎么这么厉害，可以做这么多高难度动作，怎么来的？等等等等问题，我都可以代表这个宠爱剧组给你们回答。有哪一位比较有专业性的问题的，请举脚。听好，举脚。难度太高了。哎，这个举了脚，哇，这个你怎么代表上来了？是，你呢？你身体不舒服？我可以骨折了，但是。哎呦。好，那您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？技术性问题。你说。感觉，你真的问得太棒了。这个问题，我一直觉得我昨天那个在台上说他说的有点太用力了，因为我看那个台本啊，就是觉得就是要大家在台上用力夸互夸，我以为要那种戏剧性的夸，然后所以我就讲得很夸张。然后我晚上回去看那个戏，我觉得啊，这样可能。很像夸得很没有诚意，很不走心。那其实都是我的真心话。昨天我在台上，但是我又更觉得他子珊，他除了好以外，他那种好事就是在合作过程当中，其实就是自然而然不动声色，就是有点润物细无声的感觉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不是他好，就是我们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那种磁场啊，或者是那种互，就是产生的感觉是很自然而然的，所以要怎么说他好，他就是好。
对，南京的女孩都这样啊。他说南京的女孩都这样，南京的女孩都这样。我要用时间去观察。好，来，南京的女孩，我们再跟来谁想啊，互动一下。没有找，没，还好吧。看完宠爱应该就没事了。那拐杖还我。啊，请开玩笑。我还有可以找一位朋友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有没有比较专业一些的人？有。啊。嗯，好，我先探亲的，把你的话。你有问题可以用。好，我听到。对，就我捧的那一束。哎呀，静静的跟他拥抱。小叮当跟你在一起拍戏的时候，小叮当有配合你吗？有配合我吗？还是你配合小叮当？配合当然没有完全的配合，因为他毕竟不会说普通话，因为我说话他有时听不懂。那就算有那个训练员在旁边，有时候他累了，他真的是一只猪啊，宠物猪。你以为他是戏剧特效做的，他真的是一只猪。他不算是一只宠物猪，他是就是剩在农家的一个一堆一胎里面很多只猪，也真的是从小把他们饲养然后训练出来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想成为你的小叮当。你想清楚，你真的想清楚，你真的想清楚，你要最后要吃到他这个汤吗？想清楚了。你最后的体重要到300斤吗？努力努力。哇，这个他想清楚了，他要做你的小叮当。那问题是你们同意吗？今天我们这一场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，就是你们都知道这个电影12月31号的时候全国上映，到时候你们会带着最爱的人去看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现场蛙哥帮你打电话去约他。但最好是那个你最爱的人不在现场，是我们才有这个必要打电话给他。如果他在现场的话，我们就不打电话。好，我们挑选一位。好，他们说让我来挑选一下，确定有一个人要打出去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挑选这位，挑选这位，来，好，抓紧时间，你确定要打出去的啊？别骗我了啊！好刺激啊！哦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刚刚我们在那前一场的时候，因为那个讯号不给力，所以没打出去。对对，你要打给的是先到台上来，你要打给的是谁？您贵姓？白菜。白菜太小吗？白菜就好了。白菜，你的最爱的人是谁？最爱的人是我老公家小蛙。所以你现在打给老公。哎，这样很好约，好吧，好吧，你先打。先打。打给谁？打微信电话。我应该怎么说？我说白。白白菜的。我现在在。然后现在他就在我旁边。不能讲。老公呢？老公呢？吓傻了是吗？吓傻了。你说这话呀。没听到。有声音，有声音。不挂电话。徐老板，欢迎光。我老公说这是我一直想要的，所以他说我应该很开心。
哎，老公哦，你好，老公。他感觉这个是不是骗局啊，诈骗集团或者是什么？不是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，然后他一直知道我喜欢你，然后但他非常执着，因为之前演唱会的票不是他找人帮我一起抢，建一个群，然后抢到去找我。好厉害，厉害，这就是真爱的力量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，你觉得这电影？我觉得小蛙尝试这种喜剧的角色。还是蛮好的，演的确实还不错。谢谢导演肯定啊，我继续加油。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发自内心的带着自己的家人，我们去给我福利票，然后去电影院看宠爱，因为我婆婆非常喜欢这种喜剧的电影，然后正好就是跨年一年到头了，就是大家都去看一看，然后支持一下宠爱这个电影，票房大卖。Yeah, 谢谢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谢谢谢谢，跟最爱的人一起分享，谢谢你。南京康熙，就是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边远方的组织，对不对？这边是南京，等于是本地组织。这边还有，全国各地，全国各地都来。这是安徽，真的是安徽吗？谢谢。这徽真的是魔都吧？这就是魔都吧？谢谢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对我们大家的支持，太棒太棒，对大家都特别棒。西子湖畔，你们听我说一句啊，你们是不是想和小蛙来一张大合影？哇，因为这个感谢大麦啊，谢谢谢谢你，然后祝我们的这部宠爱可以票房大卖。来，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待会儿呢，你们可以打开你们手机的闪光灯，哎，就像演唱会一样啊！对，和小蛙来一张大合影。好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好，我们呢会有一个口号，口。好，我们先来一张大合影，合完影，还有一个口号。好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我们先合影，合完影之后。